梦想的阀门一旦开启，注定无法停止。你好，过去的华晨宇。你好，未来的华晨宇。你想到达的未来是什么样子？能够成为自己这几年来一直在思考想要成为的那样的人，可以更加的去包容这个世界的每一种存在。那是什么让你一直坚持着呢？专注做音乐，呈现给喜欢我的人。坚持这件事情看起来很大，其实很小，它就分散在普普通通的每一天里面。我自己也只是一个平凡人，要做的只是专注我要做的事情。你害怕被替代吗？我不觉得有什么是不可替代的，歌手也只是我的一种身份而已。这世上有离别就有重逢，有分手就有拥抱，万事万物都有天敌。在我看来，最不会被替代的部分就是回忆。只要你不改变，说不定有一天就能成为别人代替不了的存在。下一个七年，我会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吗？当然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巴黎欧莱雅律动代言人华晨宇。新的一年需要从头开始。不管是舞台还是生活，都要拒绝毛躁，一顺到底。欧莱雅大金瓶修护头发屏障，强韧发丝；欧莱雅小金瓶一按一抹润养 Plus。年货节上京东搜索欧莱雅官方旗舰店 ，get 大金瓶、小金瓶家族。新年跟我一起从头开始顺吧。